再见，你们只是选的好笑了啊！看见你们以后好好去学校体验不啦？以后你那快点好看不行？轮不轮你六个？能不能换的歪一点？轮着，以后你告诉你们，让老师走，接下来吧，就搞歪嘛，就搞几，几有啊？你听见你告诉你们，就是知道噻，错了这个错过弄不起。你这不跟他说那个东西，真的是跟他说的，或者你告诉你们该想倒不起，直接跟人喊嘛。别，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啊。有什么好耍的嘞？就是要搞你好几笑，不好好笑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就知道是你妈怎么弄了。耶！走了呀，不好好去给你弄弄，哎，从你也不知道怎么走上来，以后不好的话，你可问题不搞了啊。